美国纪念1895年勇敢抗日的陆队义勇军，屏东从此乡重新村的乡亲，民国85年陆丰收藏战役100周年加下，在基隆市的古战场西前开业一座抗日纪念公园。不过经过26年，部分设施已经用唔得了哟。古所当地乡亲今年旅游的合肥非主笔李运德去参加草堂，伊能想要争取合肥非的支持来改建。我们这边没有重建，何来的导览？草堂飞风，村民讲希望屯亚下的抗日纪念公园改建做文物馆。一方面是得解决当年手机通信唔好的问题，也是得打帮文史资料的土壤，本台家地火烧中战役的历史意义。每年的秋季有没有各村的人都来参拜？没有地方休息。火种诶文化呢，哦就啊变客家文化，诶啊咧祖先以前的古战场咧，历史呢。都每一家人拢全部不滴。在火烧庄古战场的烈士祠头前，合肥非主委李运德屯太家向下拜爷，伊也讲全力支持改建案。这个战场其实对俺陆队体系来讲，展现陆队客家人吼保卫家园的一种精神的吼，啊客家委员会会全力的支持。李运德讲，亚洲安尼希望由屏东县政府来带头提出初期的整体规划，经费合肥非会全力来配合。那我叶美珍整个历史家家系村民增强的立场，六队勤收集地方有几多相关资料，每鼓励各界全面研究，完整呈现历史。客家新闻陈文林屏东报道。